是佩晨，欢迎收看《小宝贝大世界》。我们家里很多东西都需要用到电池，像是遥控器、手表那类的都需要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使用过的电池不可以乱丢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耗尽电力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弃，因为部分电池内含有汞、镉、铅、锌等重金属。未成金属腐蚀后会污染环境，危害人体健康，造成人的肾脏、神经系统、造血功能和骨骼生病，甚至可能致癌。若将一颗一号电池埋在土中，会让一平方公尺土壤失去利用价值。一粒纽扣电池会使600公吨，相当于一个人一生饮用水量的水无法饮用，其严重影响层面可见一斑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使用过的电池拿到便利商店回收，安全又环保哦。小宝贝，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